为着要迎接国小以及幼稚园的新生，斗六市定南国小特别邀请未专良棒球队的吉祥物来甲学生佚佗互动。除了带领同学行入校园，学校嘛安排拜师学艺、跳龙门等等的趣味活动，希望囡仔未来入去定南国小了后，除了学习各种的知识，嘛会当有好的品德教育。由国做未转量吉祥物，锻炼着定南国小新生来进入校园，用着这款新鲜又国趣味方式来迎接囡仔，再让所有家长感觉到学校的用心，未来也当放心将囡仔交予学校来做照顾。定南国小的校长代理学校团队的办学非常认真，那尤其今天看得出来，今天的实验室就是非常的精彩、热闹的丰富，然后给学生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开始。定南国小是蛮注重品格教育及多元发展的学校。谢谢梁校长，这么用心的办学，我相信正南国小能够越来越办学越卓越，越来越成功。除了国做吉祥物陪着囡仔共同来上课，正南国小这摆特别准备拜师学艺以及跳龙门的趣味活动，希望除了囡仔来到学校学习各种的知识，更是要来加强家己的品德教育。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结合云林县的品德教育、礼义廉耻，还有我们学校的阅读。校本课本课程，所以我们定为礼乐龙门。那我们今天除了说让小朋友熟悉环境之外，我们也像以前古时候的礼俗行拜师礼，所以我们会有敬师奉茶的活动。那之后会有礼乐龙门的一个活动，象征我们的小朋友在正南的学习都可以像鲤跃龙门这样子顺利平安的成长。期待每一位小小儿童在学校都会当有上好的学校生活，这摆学校也特别准备文昌帽、文昌笔、图书、湿笔等等的礼物要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学校好好学习，顺利成长。今天因为小朋友还蛮开心，因为本来就念正南妇幼了，所以一直让他直升上来，他认识学校的环境都还不错，然后老师跟学校的指导都还蛮好的，这样子，对，很开心他继续念正南国小。好，那我们今天很用心哦，那个校方有准备了状元帽、文昌笔，还有图书，还有那个彩色笔。希望各位小朋友快乐这样子。好，谢谢。透过这款趣味的心性结合辅导，除了学生会当来加深对学校的了解，有所家长感觉是非常放心，会当将囡仔来交予定南。希望每一位学生在定南内，咱有一个丰富又够快乐的校园生活。记者江怡昌报道。